兼职是三月十二号释潮在，能做者来爱力苦力。正所招晒，高潮明白是历史或会着，保护高潮明白是普遍界社会共识。金平区塘内街道主背着百年以上嘅高潮，成为一道道亮丽嘅景观，为最大程度保护好基础历史不动山。当地最近成立了建设署，目测高潮明白并登记造册，加强观光保护。让高潮明白焕发新活力，同时当地化开展设立活动，打造更多嘅历史空间。到塘内街道内湖社区，一片高阳树空，郁郁苍苍。当地因地制宜，依照山脉走势，将这个打造成牛山头生态公园，成为当地居民向往的土嘅好去处。你有在说哪说两岸来这个铁托？你有只要周边啊、乡里啊、地界，也是有好多人来做散步、拍球啊、拍乒乓球拢有。你有甲叫做用树啊，是得交流，好好来保护。这片古榕树群啊，树龄都在百年以上，由南向北连成一排。是我们莲塘的先人根据牛山头的地理地势择位种植的。目前呢，古榕树群生长状况还是比较好的。像这样成长成片的古榕树群呢，已经不多见了。到塘内街道，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树还有不少。天岗社区只长树径近两米，树高约三十米的古榕树，树龄就达四百多年。只长老树车陪伴着一道道乡民欢迎生息，也成了人们的乡愁解脱。我后背这丛树呢，经过耕田已经有四百三十年的树龄。这棵树啊，半根粗长，枝干中花，黄毛苍翠，已经成为五角国的一处景观。不过，这棵被称为历史或花草界古树名木，由于树龄大、生活落地、阳光少、恶劣天气、病虫害、甲人类生产等因素的影响，从而引发树势衰弱、濒危甚至是死亡。目前，塘内街道有使用之质的古树，众多病虫害问题。为此，塘内街道专门成立了保护古树名木监测组，对辖区内的古树名木开展了一个深入调查，详细了解了古树名木的一个生长以及病害情况，形成了一份基础数据、基础档之后呢，也是对这份档进行一个登记造册，并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了一个古树的鉴定以及挂牌。经目测，塘内街道共有古榕树九十一棵，古槐树四棵。其中树龄一百年以上嘅九十三棵，五百至四百年嘅十二棵，四百年以上嘅两棵，已有一半以上嘅古树完成鉴定跨拜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塘内街道已经落实相关社区定期对古树进行喷药、挠水、除草、除虫等养护，并开展双窗教育，引导群众加入爱护树木嘅行列中。古榕树啊，就是像走入白遐，定起个来消杀这个病虫害，定起个施肥，或者请专业个人往前行保护。一年代开始植树，是多少个下群？目前就这几丛古榕啊，当咱个保护因个是长势良好，枝叶茂盛。接落来，塘内街道将继续加强对古树名木个保护甲管理。并包括乡村振兴示范大建设计物理开启，将古树名木保护甲乡邻旅游相融合，让古树名木焕发新界活力生机，也留住乡愁，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甲生态保护工作。保护古树名木就是保护历史、保护乡村、保护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生动实践。除了保护古树名木，塘内街道还经常开展释潮活动。昨日，金平区就组织机关公布，实行千里之外者等一百五十多人，到塘内街道内湖社区释潮，为大地披上绿装。大家人干劲十足，有人铲土，有人护庙，有人闹水，齐心协力，齐精神力。参加这个植树活动，有一点点的辛苦，但是还是很开心的。经过一点钟的努力。直白白小小南京眼眶停立，到阳光下响的生机勃勃。日水将出了一身汗，呼了一身土，但能够用家己的双手为每里家乡增添一份力，大家拢表示收获了劳动的快乐。平时我们学校也提倡的五育并举啊，
然后劳动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毕竟是比较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吧。然后这个绿水青山，是金山银山，那么就提到这个理念。另外，为政治部规范和加强对人情人烟行为的管理，高里的提高全面参与城市绿化潮北的养护管理的积极性，提高全面绿化环保意识，营造能够自然化海的宜居环境。昨日，我指出材料刺激绿地潮北人情人烟实施方案，并发出刺激绿地潮北人情人烟倡议书，倡议开展职能认证职场潮及认证认养潮北活动，形成常力、爱力、互力、识力的良好氛围，每回我们简单的健康。根据实施方案，认证认养人可以自愿参与，通过山顶或山下自愿提供资金，自主选择潮证及销量，参与完成潮北界认证认养。具体可通过汕头市环境园林协会梅城公证合作的小贴书，学校滨江路慈圣大楼三楼配置认证认养潮宿。观音单位每年春秋落馈，将会为认证认养人反馈认证认养潮北界社政情况。到高速公路上发现有行人，日前化解路镜，会将人放远镜，也为路镜换窗打油。总结来讲，有两个路镜就上了击毁高速公路，并到应急车道上入境非常危险，好的交警及时出动，最终将路镜换窗生活的。在这个广红点左右，有驾驶员到击毁高速公路上，发现路界十倍左右的路镜，沿着应急车道入境，于是拨打了110报警。至交警前后，民警李雄立即和当时赶赴现场救援。大家都很紧张，特别是两个小孩子缺乏相应的避险能力以及辨别能力，他们遇到突发情况时是难以保障自身的安全的。根据报警人的描述，两个路镜只十岁左右，红绿灯行不远。当民警去到报警人所在的路段的时候，却无自我发现，只能够急速上车。去到淡桂收费站高速桥下方的时候，民警发现有人控阻截，经询问的在。有两名贵州籍的路镜自九号尾离家背归。经过家长的辨认，然后得知，高速上出现的两个小孩确实为走失的小朋友。两个小朋友自前一天晚上离家之后一直没有回家，也不清楚他们是怎么上了高速。也这两个路镜究竟去哪个？民警随后兵分两路，不断到高速公路上往返寻找，当中未见路镜的踪影。一组是从司马浦往麒麟方向往返寻找，一组是担心小朋友会走得比较远，然后在接惠高速在不断往返寻找跟扩大寻找范围之后，都没有发现高速上有行人的迹象。于是民警对报警人提警戒驾车记录仪视频进行分析，警察部确定路镜出现的地点，并进行拉盲式排车，最终发现路镜密度高速公路湖南挂界潮站来对，日志的时候，民警已经找了两点挂证。叫什么名字？从哪里走过来的？下面。在上面待多久了？上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对。来，过来，走。小孩子也可能是经过了一天一夜，然后身上也比较脏，有一个小孩是跑丢了鞋，家长见到小孩子之后也是非常激动，两个小朋友之后都安全回家。再一个路镜的家长特别向民警伸长检举表示感谢，人民警察的在两个路镜来骑去到归时，从九号下过放学回去来换掉校服之后，就暗静隔盘离家，好的最终被找到，不将熬过不堪设想。我们初步估计是路面围栏可能有破损，然后小朋友从破损的围栏处钻进了高速。之后我们也会对路面的一些隐患进行排查，及时修复破损的护栏，然后也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。交警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家长，就是高速公路是行车速度较快且禁止行人通行，家长在教会孩子们知危险会避险的同时，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看护。
近日，有一名学生到校江区广学表格，对佮海学专业师不慎上交投保，情况危急，市海警局接获厅马上出动前去救助。正月廿七号下挂四点挂，一所外地学生到校江区广学表格对佮海学专业的时候，因狂澜加大，重点一名当年学生不慎发生意外，投保受伤。其他状况马上拨打海上报警电话求助。接报后，市海警局立即指派接报艇前往救助。当天风浪比较大，对我们的航行造成比较大的影响，我们就选择最优的航行和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。经过紧张的两天的碰撞，接报艇顺利赶到事发海域，并找到了报警河中及受伤的河民。当时这名伤员就头部多处受伤，出血比较多，意识也不是很清醒，我们就搀扶他到执法艇上坐下。由于出事河中无配备有效嘅急救物资，无法对受伤海民进行止血包扎。受伤海民被接到执法艇上嘅时候，意识已经明显清醒。随艇嘅海警卫士马上对伊进行止血包扎，并两人腰子拎开急救车落海上之下。在归航的路上，我们就确保这个船平稳航行，以免对伤员造成二次伤害。同时安排我们的专人对他进行安抚，确保他的意识清醒。最终，受伤海民被送离伤上崖，由幺二零救护人员将伊送往安逸救治。据了解，事发时该海民正落浮壳，由于海上风浪大，总体晃动严重，导致不慎摔倒，头部受伤。目前，这位海民已经康复出院。渔民出海前要及时掌握海上的气候状况，如果遇到能见度比较低或者是大风浪等恶劣的天气，请要立即停止作业，驶入安全海域，确保船体和人员的安全，同时又确保通讯设备畅通，并配备好救助物资，一旦发生情况能及时处理。如果在海上遇到无法处理的情况，请立即拨打海上报警电话95110求助。二月九号凌晨，到中央华坪水管破坏池塘附近，一只机动三轮车被倒，同时公共视频将倒车侧的民用及侧外街厅拍得直清落错。林能寺到华坪水管破坏池塘开有一个档口，二月九号明早，伊发现停到档口门嘴个机动三轮车唔即刻，就慢慢跳出公共视频同伊个交警，结果发现。当日凌晨四点半左右，一个福兴县钓界后生人戴着口罩，双手插口袋来到现场，然后三路的就掳走了一辆三轮车。他在这里走来走去的，就看周围那些店铺都关门了，然后他就直接来下手了。他偷车的就有偷车他的办法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就能打得着。林能斯打，这辆三轮车是平时载货的。开了唔够整理就被偷，这让伊既气愤又着痛。事发后，林能时报了警，因为听到倒车场可能就看到钓鱼车了，七八千吧，然后加上当时是上牌的，交了10000多块钱，开了不到一年，放在自家门口说没了就没了，然后感觉就是也想不通。林能时就希望。警方令尽快破获，将倒车场绳之以法。来台交通违法传记录，金枝光双眼路段视频，主要涉及汽车危险驾驶及摩托车挑载界交通违法行为，那组织来讨厌。当时我冒住按道行驶，了右手边有条巷，就一只时候，伊个无减速啊，就直冲过来，伊先就跨两条道，先两道咯。也是从门上来，也是你呢，十几号门上来咯。可能开车就尽量就着，有风冷也难，黄超的时候，咱都没有要太注意啊哩。无那那，现在就驾车这样过来，再对双方两个人从门上来时。我公司工作是做广汽盖，就是个一个大难。
还有三个老兄，这一个老兄做大班，两个老兄徛做头，所以讲伊个叫搭档哦。这老这个只有两只手，后两个老兄都只换来车头。哇，这种有危险啊！因两个无戴头盔，两个叫做黄昌杀掉，大家去抓两个左右四双嘛，你不要扯到头顶上，非常危险。看是就按交通防路，看就摩托可载几人，那就载几人，看就是中方交通防路。交通违法长记录，由吴老一照业特约播出。欢迎广大市民继续提供各类视频，特别是驾车记录仪视频，公开曝光交通违法典型个例。视频有效时长应到十秒以上。视频被采用嘅爆料人将获得正妹来宾一份，让咱共同监督，共建文明交通。摩积沙相信大家能拢听过，但摩积沙嘅制作工序咩成样，个个就无相识识。杂质隔破界，导致界外沙第二次小电商业电缆火，就让人对第二次工序有了直观嘅影响，也典型了外沙摩积商业界新气象、新活力。一件摩积沙从黄寮到出墙，要经过热道江苏呢。导致界外沙第二次小电商业电缆火，就通过电视摩积黄寮。责并成果，正进行调查业，并呼吁顶班介绍等恐怖的形式，将挂山网址、线索网址商业两条做全面检视，具体包括设计、制片、棚板、挑装、水水、脱衣、车板、车衫、布衣、包装、集大之意工序，让人对第二次工序有更直观的印象。为更好的展示网址特色，当地花首次举办。设计山头外沙调节杯模拟设计大赛，从356件作品中提选出十件优秀作品，千件展示。其中南湖希望等个产业六件作品突天而出，获得金奖。非常感谢政府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，在这么多的企业客户面前，持续的呈现我们产品的价值以及商业领域应用。本次展览会围绕小资商业互联网刷创新设计引领调节积极组队，更设汇瑞加东江调节作品、调节杯优秀作品、摩积行业创商业亮点时、调节小店优秀商品、调节小店文旅项目、丁福经济高质量发展六大点区，面积超过6,600平方米，参展营业近30家。开幕式现场夸张。调节调线、集体相票，受额挂双红的建业成。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商标，所有授权的单位一起，大家比较有对这个产业更有凝聚力，让大家更有荣誉感，带领大家一起做强做大外沙的毛织产业。此次活动采取山顶直播和山下电视联动。让更多的人认识外沙贸易商业，或开设跨境贸易金融业务政策双工会，甲招商培训交流会分会长，经济部政总会助其发展。企业现在本身是解决他们只会种菜不会卖菜的问题，我们就是只会生产不会销售的直接问题，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把货品推往全国乃至海外。汕头工业设计协会呢，我们是作为桥梁作用，更引进更多的外面的设计资源，来帮助企业提升他们的设计水平和品牌效应，为企业开拓销售新渠道，通过政府、协会、企业三方的共同努力，来共同做强做大外沙的毛织产业，促进外沙潮织小镇的发展。驾驶机动车拍电话，是一件危险界驾驶行为，要受到处罚。遐骑非机动车拍电话，是否也该纳入交通违法行为呢？近日，江西南岭交警部门开展个查处骑车拍电话行动，就引发争议。不过，有评论指出，查处骑车拍电话，绝不是多此一举。到南岭街头，不时有市民到骑行电动自行车或单车的时候，接听电话。伊能一手握车把，一手扣物件，推起来很危险。当地交警部门就对此展开查处行动，将查处卡车、电动自行车骑行人拍打接听手提电话行为66起，根据分心驾驶的角度，处以25至55不等的罚款。对此，有网友认为，这些个处罚是多此一举，而且依法无据。确实，
红心街赛是指街赛师注意力指向，而正常街赛不相关的活动，从此导致街赛操作能力下降的直接影响。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，街赛机动车不得有扩大只听手提电话、光台视频等涵盖贯穿街赛的行为，来对确实无明确的骑行自行车、骑行电动车属于风险驾驶的行为。不过，要推告的是，如今绿色出行、环保出行、健康出行非常火热，搭卡车或者是电动车出行的市民如来如在，日不少人拢有这个习惯，遐就是到骑行的时候只听或者拨打电话，而且觉得都无咪安全，不想开车接电话很危险。于是，街头巷尾经常有边听到一边骑车边发信息。骑车的时候，只拍电话定条件，尤其是三挂步的人员，更是把骑车破打只听电话，当成了家小病本。日食之上，之前行为签到被世界交通安全安全，其危害听到，就不阿姨开车只听电话。那龙达直心不可挪用，调色显示大脑直当当时处理脑行进步，哪怕是非常简单的进步，效率也会严重下降。台植物手机至少需要三秒，如果边骑车边看手机，行将近三秒的时间，就可能是不归之路。各地界交通事故分析数据也显示，骑车时只拍电话发生信息，导致界交通事故比例直跌落糟糕，安全隐患不容小视。无论是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，风险拢冲到诸多隐患，轻则小碰撞，重则倒地上弯。交警查处骑车拍电话，不是多出一个，不妨把骑车拍电话也纳入交通违法行为，造成人高无法可依。